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腰带系上。你在想什么？你不想什么？不想什么？这衣服不脱睡觉？我也很少脱衣服。你为啥不脱衣服睡觉呢？这舒服吗？啊？这样睡觉舒服吗？舒服。哇，衣服不脱，就这样。你都起了几趟了？啊？会不会说话呀，妈？啊？会不会说话？会说话，那你已经起了几趟啊？起了2趟，起了2趟。那自己干嘛不找东西吃啊？啊？自己喝水了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不自己倒水喝呀？你能不能倒点水喝自己？啊？能，能，赶快喝点水啊！妈呀，喝水呀！哎，快点喝水，倒点水喝呀！煮了一锅稀饭，偷子出门的时候已经煮好了。拿出来我的小白锅，蒸两个饺子行不行？想吃啥？不知道。不是，你想吃啥呀？你想吃红薯啊？还是想吃饺子啊？不知道。你不能说不知道啊，你做完了，你又不高兴，想吃点啥？问你就不知道了，然后吃的时候就100个不高兴。煮、炖、蒸，选蒸。蒸上两个饺子，这小锅特别方便，知道吧？放在这里准备吃饭了啊！蒸两个饺子，蒸两个鸡蛋。妈耶，哎，吃几个？四个，四个。说吃四个，就给他蒸8个就够了。妈妈耶，哎，你吃煮鸡蛋还是吃蒸鸡蛋？鸡蛋我不羹。吃鸡蛋，为啥嘞？我对吃鸡蛋有点腻了。哦，抵触了。那行了，不吃鸡蛋了哈。吃不吃都蒸它四个，吃就吃，不吃就拉倒，是吧？蒸四个，蒸几个饺子。还蒸点啥嘞？早上就这样吧。老妈耶，你又干啥去啊？睡觉。吃饭了，快来！你肚子不饿吗？不饿。啊，不饿也要吃点东西，来，坐在那里等。每天不用别人叫，知道吧？该吃饭了就坐在那里，坐在那个餐桌上面。绿豆，好像是绿豆吧？勺子，剥了剥了，吃稀的还是吃干的？好了。好了。
挺好。你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，妈？阿卡波糖。哎呦妈呀，现在就吃啊！烫哦，烫哦，烫哦！吹吹吹吹，来，吹吹，吹吹吹吹，这冻饺子蒸几分钟啊，妈呀！啊，饺子蒸几分钟啊？15分钟。15分钟啊？你说的是吧？15分钟，挑一点碎的，碎碎的。你不就是最爱吃的咸菜吗？很长时间没吃这小菜了。来，勺子吗？拿勺子，尝尝，很长时间没吃小菜了，烫。以前最爱吃的小菜，是不是？没有小菜都不行。味道还行吧？尝尝，吹吹哦，都是这么碎碎的就好了，是吧？给，你就单独这样吃一下，看看是啥味。你告诉我是啥味道。啥味道啊，妈？辣不辣的？不辣的啊。咸不咸？也不咸。啥？油焖笋，啊，是笋还是肉啊？笋，是笋。来，再尝一片。喂，看啥？我现在挺喜欢要走了，挺喜欢要走了，又要去哪儿啊？那吃饱了喝足了呀？好，自己加吧，自己加点吃吧啊，哦！看来你对这个还可以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吃饺子了，应该熟了。